来关心校园的消息。根据今年校园安全通报网资料显示，校园药物滥用的情形年龄层有下降的趋势。有鉴于此，今日起学生校外会反毒志工团队特别规划校园宣导活动，今日前进北横国小演出短剧《桃园三结义》，透过有教娱乐的内容，让学生熟悉毒品，进一步会当远离毒品的威胁。在三国时代，桃园三结义的老毕关公韩张飞穿越时空来到现代，依然充满着正义感，积极宣导反毒和打击毒贩，佮教导少年学子如何远离着毒品的威胁。由今日起，学生校外会的春晖剧团带来精彩趣味的话剧演出，让北横国小的学童看了印象真深，也对毒品的危害健康有更加进一步的认知和了解。每一年呢，都会在嘉义市的各国小来进行反毒剧团的演出。那今年的戏码是新桃园三结义。那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是借由这个戏剧的表演，然后带给学生们一些不一样的感受。那借由戏剧的演出呢，能让学生可以更进一步的可以知道反毒的重要性。然后可以让学生呢早点来知毒，然后试毒，然后进一步来反毒，然后我们打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无毒校园。最近这几年来，毒品入侵校园的情形愈来愈严重。今日市北横国小积极宣导反毒的观念，并举办丰富趣味的课外活动，希望鼓励学生爱从事正常的休闲活动。非常感谢嘉义市校外会以及所有的春晖志工来到北园国小进行这样的一场反毒的戏剧的演出，让我们小学的高年级小朋友能够确实知道知毒、试毒、反毒的重要的事情。那其实孩子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然后一些媒体的报道对于毒品的认识也稍有所一些概念，那学校这边呢也会透过一些课程将反毒的概念把它融入进来。此外，学校会办理稻香的马拉松赛，透过正确的休闲运动，透过体能的运动，让学生能够学习到唯有透过一些好的运动方式，能够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健康强壮，而不会被毒品的吸引，然后所祸害。最近这几年来，新式混合式的毒品泛滥，佮变性成为咖啡包、糖啊含果冻等等，真容易会吸引着少年学子好奇，无小心食着。相当值得注意的是，去年的国小已经出现有滥用药物的校园通报，让人相当烦恼。今日市学生校外会反毒志工积极前进校园来进行着反毒的宣导。希望让反毒的观念向下扎根，也让毒品退出校园，营造健康安全的优先校园。最新新闻，赵鼎顺、王小山加以市采访报道。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挑战更大，冲击了产业，冲击了民生，更冲击了我们的生活。在疫情稍微缓和之后，我们要来拼经济、顾民生、抢商机。嘉义市就加码普发现金2000元，我们提供了三个方式让市民朋友来做选择。第一项，请市民朋友直接到振兴消费金的发放所直接领取现金，发放名单我们会由市府统一来造册，领取通知单在10月23号会由里长、里干事送到市民的家中。我们可以在10月30号、31号、礼拜六、礼拜天这两天，会在全嘉义市所规划的119个发放所。所以，爱拜托咱的乡亲，伫透早8点半到下晡4点，伫这两天可以前往到现场去领取。第二个。如果你在10月30、31这两天没有办法配合，你可以利用咱11月份有4个礼拜，这4个礼拜拜五、拜六，总共有8天的时间，方便咱的市民朋友前往你户籍地的联合里办公处来领取。那领取的时间，这又有一点不一样，
是早上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5点。前面所说的两个，如果你都没办法到现场来领的话，我们还有第三个方式哦。市民朋友，你可以选择在11月25到11月27日提出转账的申请。那申请表你可以到市府的网站来下载，填好以后还要检附您本人身份证的影本，还有您本人的台湾银行或者邮局的存折封面影本，将这些资料一起在11月27号以前送到或者挂号邮寄到东区西区的户政事务所，东区西区的户政事务所以邮戳为凭哦。那我们的款项将会在110年12月20号以后入账。底下我们也要特别说明，我们发放的对象是谁呢？就是110年8月24日以前涉及在嘉义市的市民，那也包括了8月24号以前出生的新生儿。但是你只要在11月27号以前办好出生登记，并且入籍嘉义市，您也可以领取哦。提醒市民朋友，领取人你必须要年满20岁，还要记得携带通知单、身份证的正本和印章。如果委托他人来代领，受托人你要携带通知单、委托书，还有委托人的身份证正本以及受托人的身份证正本和印章。能提供这三个方式让你来选择，但是逾期没有领取或者逾期未申请转账，就是视同放弃哦。最终的截止日是11月27号为截止日，请不要忘记哦。